小心玩得太厉害，把门跟沙发都弄坏了，要是家人回来看到一定会生气的。承认是我做的，绝对不能骗人，只要说不是我做的就不会被骂。不要看了，打成这样不要承认了。玩具太好玩了，时间过得好快，地上都是之前拿出来的玩具，收拾要花好多时间，以后还会玩，不收起来也可以，拿出来的玩具玩完就要放回去。看他是一个玩具收集者，不要拿出来玩具没有玩又收回去。到朋友的家里去画画，因为没有图画纸了，所以我想要画在墙壁上。在墙壁上画画也没有关系，画画要画在图画纸上。那墙壁上擦不干净，你说要画在纸上。回图书馆看到非常有趣的漫画书，虽然旁边有人，我还是想要大声的叫出来。公共场所大声笑出来也没关系，公共场所里不可以大声喧哗。看不可以大声吗？吃饭的时候很无聊，想要玩平板电脑跟手机。吃饭的时候要专心，一边吃饭一边玩也没有问题。吃饭的时候要专心。别的蛋糕放着没有吃，而且我的肚子还很饿，因为很饿所以可以直接吃掉，那是别人的东西，不可以擅自拿走。看这个才是好的，所以这是不可以直接拿走。吃饭的时候很无聊，想要玩平板电脑跟手机。吃饭的时候要专心，一边吃饭一边玩也没有问题。超过了，不知道。都刚有，所以不用。别人的蛋糕放着没有吃，而且我的肚子还很饿。因为很饿所以可以直接吃掉，那是别人的东西，不可以擅自拿走。